老公跟别人聊摩铁，月月鱼是想换妻。你为什么要跟别人的老公在聊摩铁这件事情？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想换妻？都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家里的这个经济大权啊，都是谁在分配的？回去没有先马上交回去的时候，他会忍着到晚上，晚上就会不那么热络了。隔天晚上如果不交，他就会来问你说。你那个钱为什么还不拿出来？侥幸的心态，想说他忘记。